着衫同除衫都应该坐喺张凳或者床上面，坐嗰个位应该比膝头高两寸。着裤嗰阵时要用长柄伸展器拉条裤管上去，先着做咗手术嗰只脚，然后轮到只好脚，褪个身去耳边，伸出做咗手术嗰只脚，企起身，然后拉条裤上去。换裤嗰阵时用长柄伸展器先除咗好脚嗰边嘅裤管，然后至轮到做咗手术嗰只脚。做完髋关节手术嘅头三个月，因为预防措施规定唔可以弯身或者扭个身，所以需要用个长柄伸展器。膝关节手术之后，可能换衫嗰阵会觉得困难，有咗呢啲方便换衫嘅工具，你就可以更加独立。